MG42 红皮即将上线了。这次的主题邀请到了世界知名音乐创作大师汉斯季默，曾获得12次奥斯卡提名，2次获奖，4次格莱美获奖。曾配的音乐有很多电影啊，我们举个例子，《珍珠港》，大家能看到这个悬浮几秒吗？这个应该就是参考了珍珠港的素材。这个电影主题讲的就是日本为了物资去偷袭珍珠港，然后那个最后就是日本被投了原子弹啊，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啊。然后这也是反战的主题啊。敢不敢跟我比球比划？等一下，我也开一个。装逼为你飞起来。